11月14日，杨迪发博否认自己有小号。刚下飞机发生啥了呀？我没有小号，我是真不知道，纯粹好奇问了一嘴。那个转发微博的姑娘是我经常互动的粉丝，电视台门口帮我应援的那种粉丝。本身铁杆粉丝就不多，互动一下就不用切小号了吧？而且我没有小号，让大家吃错瓜了，不好意思，快散了吧。据悉，杨迪给一名网友的评论引起热议，因为这名网友是 CP 粉，其他网友怀疑杨迪有小号也在磕 CP 才评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